咱今天来讲个发生在阿根廷这地儿的案子。阿根廷这国家那可是相当有魅力，可这案子里的事儿可就不那么美妙了。有的年轻漂亮的妹子本来看着日子过得挺正常，未来好像也挺光明，结果遇上一个比她大30岁神秘兮兮的老男人，这下可好，生活直接来了个大转弯，一下子变成了噩梦。这案子的主角叫罗山伊迪斯加利亚诺，1978年末出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，他是家里四个孩子里最小的，老爹是罗纳尔多加利亚诺，老妈是格拉谢拉纳奥米罗的里格斯。他那几个兄弟姐妹呢，分别叫莫尼卡、奥斯卡和古斯塔沃。这家人把罗山小时候和青少年时期的事儿捂得那叫一个严实，咱就只知道到了90年代末他高中毕业了，那时候他老爹罗纳尔多在个修理铺当修理工，这修理铺就成了罗山命运转折的地儿。2001年初，有个叫何塞辛托阿尔的顾客来了，这老小子1948年11月22日出生在阿根廷普库曼省的法亚市，他爹是佩德罗辛托阿尔，老妈是艾尔莎蒂莫泰亚阿吉拉尔。这家伙在希腊和美国混了30多年，在美国的时候还因为贩毒坐了4年牢，后来老妈还留在美国，他1996年被迫回了阿根廷。那时候他在首都的高档巴里奥北区分居，有8套房产，传言他在老家还有个工程学学位呢，妥妥的算是个小富翁。这何塞把他那老古董车拉到罗纳尔多的修理铺修，就这么着跟罗山认识了。别看两人年龄差了30岁，却很快就谈起恋爱了。那时候罗山没工作，还挺文静，何塞呢看着像个有钱人，不过他主要收入可不是靠他那个什么家禽蛋类配送公司，而是他老妈艾尔莎从美国定期给他寄钱。没多久何塞就来求婚了，那时候他52岁，罗山才22岁。罗山老妈格拉谢拉就问他，你不觉得自己贪老了点吗？这何塞还挺自信，说着爱情不分年龄的。老妈又盯着罗山问，罗山轻声又有点犹豫地说想嫁给他。老妈老爸也没办法，只能尊重女儿选择，但也让他好好想想清楚。2001年11月17日晚上，这俩人才认识7个月就结婚了。据何塞说，他靠自己那开朗现代又聪明的性格把罗山拿下了。刚结婚那阵儿，日子过得还挺美，很快就有了个儿子叫乔莫。但没多久身边人就发现问题来了，这何塞那就是个控制狂醋坛子，老想知道罗山在干啥，还老瞧不起他和他家人，这事儿迟早就闹大。果然没多久就露出马脚了，罗山在这关系里一点发言权都没有，自由全没了，整天活在恐惧里。很明显何塞就故意让他害他，这样好控制他，让他听话。这何塞还至少有2把枪呢，罗山家人都能确定。他老在客人面前或者去别人家的时候显摆，有一回罗山的哥哥奥斯卡帮忙刷房子，就亲眼看见何塞对妹妹动粗，何塞让罗山闭嘴还打了他。还有一回老爹看见罗山背上有擦伤，罗山承认是老公把他揍了。就这么着，这两口子又有了第二个孩子纳文。这时候罗山还想挽救关系，想给孩子个安稳的家，可他的牺牲换来的全是何塞的臭脾气和瞧不起。更要命的是，何塞老妈艾尔莎才是家里真正掌权的，虽然住得远，但老来市场，每次待个把月来了就对何塞和罗山指手画脚，何塞还不敢反抗。到了2006年，罗山可算忍到极限了。4月份，他鼓起勇气举报何塞家暴。那时候他只有跟孩子在一起才觉得安全。几个月后，他又去做了个法医检查，还接着举报了好几次。这下瞒不住了，就跟姐姐莫妮卡全说了。两人商量好，有事罗山就给莫妮卡打电话。慢慢的，罗山越来越依赖姐姐，莫妮卡就成了他的避风港。受不了的时候，罗山就带着孩子去莫妮卡的公寓。这时候何塞还在他的一套房子里待着呢，那房子在德尔基和皮拉尔县的一个叫卢尔祖拉的小镇上。他还雇了俩工人，35岁的保罗和41岁的加布里埃尔莱吉萨蒙。本以为能消停会儿，结果分开没几个月，罗山又举报老公，还要求离婚。这下何塞被禁止靠近他了，只有行使法院规定的探视权的时候才能靠近，就在埃克斯尔顿德拉格鲁兹区的一个房子里。就在这儿，
夺山跟园丁丹尼尔冈萨雷斯聊起了自己的噩梦，有传言说他俩有点暧昧，但也没确定。何塞的威胁还在升级，还给奥斯卡放了个语音邮件，在里面大喊大叫说要弄死罗山。这紧张气氛一直持续到2007年中，罗山跟朋友在披萨店吃饭的时候遇到了奥斯卡卢哥，这家伙32岁，在莫雷诺工作，在一个缝纫厂上班。这两人那是一见钟情，交换了电话号码就开始约会了。这奥斯卡那可是个老派绅士，有礼貌、善良、体贴，还会倾听，跟罗山那个老暴力老公完全不一样。29岁的罗山在经历了一连串的倒霉事后，好像又找回了失去的幸福。奥斯卡也注意到罗山没啥自信，肯定是被他老公吓的。2007年12月，奥斯卡还扮成圣诞老人给乔诺和纳温庆祝节日，但也不是啥都好，何塞还老盯着罗山。何塞知道罗山有新欢急眼了，说要给他辆车，让他跟奥斯卡分手，罗山当然不敢。后来罗山精神崩溃了，还是奥斯卡带他去看心理医生，何塞没办法了，就跟他那恶毒喇嘛艾尔莎一起想了个损招，只是算计好每一步后雇了个杀手，到现在都不知道这杀手是谁。2008年1月16日，罗山和莫妮卡去埃拉马洛接孩子，本来下午去接，何塞老找借口拖延。晚上9点15分，罗山手机响了，是何塞，说乔梦发烧了，要带孩子去医院，明天再送回来。罗山可不信，非得自己去接，聊了1分钟就挂了。9点53分，他给奥斯卡发了个消息，就打个招呼，还说了第二天的计划。晚上10点，罗山和莫妮卡正在客厅吃饭。10点50分，手机又响了，还是何塞。这通电话可就成了致命陷阱。罗山出去接电话，信号不好嘛。这时候，一个黑影从树后面冒出来，冲他开了4枪。莫妮卡听到枪声尖叫起来，看见妹妹倒下了，慌得去找手机报警。没打通，就给男朋友打电话让他报警。这时候奥斯卡还啥都不知道了，还想给罗山打电话。11点，警察开始调查，发现枪手是从房子旁边的空地进来的。有人看见枪手从小区围墙的缺口跑了，就看见穿个 T 恤短裤，天黑也看不清别的。在罗山尸体旁边3米的地方，警察找到了弹壳。当天晚上何塞就被审问了，还装得挺惊讶，后来就找了个律师自己走了。第二天又搜查的时候，找到了一件被露水打湿的红毛衣。罗山家人说这是何塞的。这下好了，何塞成了头号嫌疑犯，这案子一下子就引起媒体关注了，整个国家都震惊了。何塞和艾尔莎还上各种电视节目抹黑罗山，说自己清白，还贬低受害者。何塞还说罗山的那些情人嫌疑最大。出事那天，园丁丹尼尔都不敢出门，也不跟人说话。罗山他爹看见何塞在附近的卡车上看着，也不下来慰问啥的。后来何塞的律师还怀疑莫妮卡这个目击者，说他衣服上没血，还说他不先救妹妹，光找手机。但其实警察说了，那枪重得很，后坐力大，女的根本不可能是凶手。检察官和警察还说，熟悉这房子的人都知道罗山得出去才有信号，这说明这事儿是精心策划的。这时候乔洛和纳温被他们爹和奶奶艾尔莎照顾着，虽然格拉谢拉能去看孩子，但莫妮卡和奥斯卡不行。何塞说孩子有安全问题，法官还下了限制令，但孩子老想见姑姑，何塞没办法，就让他们偶尔见见莫妮卡。莫妮卡就趁着这时候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。这时候何塞还说罗山有4个亲人呢，都有法律问题，还说罗山跟这些人好就是为了学他们的秘密，以后好威胁他们给自己好处。奥斯卡因为老被威胁成了受保护的证人，还得戴个跟踪手环，有警察保护。接下来几个月，2007年底的时候，法院还说没确定的证据能确定嫌疑人。2008年1月，事情过去1年了，何塞被抓了，被控谋杀，还有3个加重情节，跟受害者的关系有预谋，还有2人以上参与。保罗和加布里埃尔被证人指认是直接凶手。1月28日，审问开始了。何塞还抱怨说老婆死了1年零2个月了，检察官才第一次叫他，他还震惊呢，说自己从受害者变成嫌疑犯。这时候园丁丹尼尔作证，警察还搜了他的家，没收了他的手机。罗山的家人也把知道的全说了，说何塞老威胁人，还拿武器吓唬人。
罗山老妈还把女儿最后发的消息给检察官看了。罗山他爹还说呢，这些年感觉自己背着全世界的重量，现在终于能松口气，知道自己为女儿做了对的事儿。下一次审问，奥斯卡的在检察官面前作证，他一点不犹豫，就指出何塞的坏事，跟罗山家人说的一样，还说何塞想抹黑他和罗山。他还说了个重要的事儿，罗山死前就觉得何塞说他有好几个情人，这事儿就是为了离婚的时候让他一分钱拿不到。这时候何塞的律师还否认，说这都是罗山一面之词。二月七日，审问了12个小时，最后艾尔莎作证，他还是从美国飞来的，还又搜了一遍埃拉马诺，也没找到新证据。这时候罗山家人就怀疑艾尔莎也参与了，代表罗山家人的律师就说要申请逮捕艾尔莎。何塞的律师和艾尔莎的法律顾问就说，艾尔莎说了他买房子是给孙子的，离婚分财产也不影响这房子。他说艾尔莎和罗山关系没那么差，这案子就一直在新闻上讨论，都说何塞是主谋，还有别人帮他，但何塞被保释还继续照顾孩子。后来法院又说奥斯卡不用这人保护了，他就在伊乌三哥当出租车司机。2008年7月5日早上，他被俩武装分子伏击了，打了他一个小时，还威胁要杀了他。出租车调度中心联系不上他，就叫了莫雷诺的4号警察局，靠着奥斯卡戴的手环发出的信号找到了他，扔在一个空地上，他也没受啥重伤，但吓得够呛。这下罗山家人更害怕了，这法律系统走得也太慢了，好几年过去了，审判和孩子抚养权的事儿都拖着。2012年，奥斯卡攻击事件过去四年了，他趁着探视权带孩子去公园踢足球，抱了抱孩子，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。那时候孩子6岁7岁。2013年4月，审判终于在坎帕拉的一号刑事法庭开始了，何塞、埃尔莎、导罗和加布里埃尔都坐在被告席上，但叫了好几个证人，也没人能确定保罗和加布里埃尔是凶手，也没证据证明他们在案发现场。结果因为证据不足，法院就把他们放了。埃尔莎还一直说自己清白呢，说自己从来不会恨人，也不会说难听的话，就知道沉默和尊重。大家都知道为啥有人说话有人不说话。后来五月何塞中风了，审判又推迟了，一直到2013年11月各方才又聚在一起听判决。法官说这事儿明显是有组织犯罪，何塞和艾尔莎精心选了地点和日子，知道打电话罗山救得出去，好趁机袭击。最后法院说经济动机也是谋杀的原因之一，何塞不想分财产。何塞和艾尔莎都被判了5期徒刑。上诉的时候法院也强调了何塞的威胁，对妻子的性别暴力，还有艾尔莎对儿子的控制，但凶手一直没确定。2015年，何塞和艾尔莎因为何塞中风，艾尔莎年纪大，都被允许软禁了。乔诺和拉温又回到何塞家跟家人一起生活，因为这孩子的命运太奇怪了，媒体一直报道。穆尼卡和格拉西拉还是不能看孩子，孩子跟他们爹的熟人或者陌生人一起生活。对罗山家人来说，把孩子要回来就成了奥斯卡的人生目标。40岁的他看着侄子跟那个杀了他妈的人一起生活了9年。他坚持着，只想看到案子有进展，他最知道耐心的价值了。2017年1月第二周，法院终于让孩子周末跟外公外婆待一起了。加利亚洛加把房子重新刷了一遍，客厅和一个卧室好好打扫了一下。周五奥斯卡在他爸妈家待着，在塞罗斯镇一直待到最后一刻，确保电脑啥的都准备好了给孩子用。他们在门口挂了蓝色气球，还做了个彩色的牌子欢迎纳温和乔诺。格拉西拉做了个自制的米兰内萨拉布勒斯菜等着孙子。那个周末家里充满了欢乐，孩子们跟表兄弟一起踢足球、打乒乓球、玩电子游戏，都两年多没见了。2018年11月24日，何塞又中风，在皮拉尔的三地医院去世了。这对孩子又是个打击，他们去参加了父亲的葬礼，后来又去了墓地，还把莫尼卡拉到一边，着急地问以后咋办。莫妮卡尽量温柔地安慰他们，说听他们的，无条件支持他们。俩孩子都说想跟莫妮卡一起生活，不管啥时候莫妮卡都是按孩子的意愿做事，孩子想说就听着，不想说就尊重他们，主要就是想给孩子安慰和安宁。2019年3月，乔洛说不想转学，
一位朋友都在皮拉尔，而且就剩两年就毕业了，就又回去跟奶奶艾尔莎一起生活了。莫妮卡去圣伊西德罗的五号法院申请纳温德抚养权。2019年11月最后一周，87岁的艾尔莎从她在奥利别墅的家被转到皮拉尔的三级内地医院。三天后 ,11 月30日去世。不到一个月，莫妮卡获得了纳温德抚养权。2020年3月，新冠疫情限制开始前，乔洛在莫妮卡家待着，一直到10月。11月他又回皮拉尔跟伊尼亚西奥一起生活，这是他奶奶艾尔莎指定的监护人。这时候乔洛18岁了，自己租了个小公寓搬出去了，就靠父母留的房产租金生活。莫妮卡也开始走法律程序处理遗产，确保没人能从侄子那把东西拿走。他就怕有人抢孩子的财产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那么对于这个案子你咋看的呢？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别忘了订阅鼠哥频道，点赞并分享本视频。接着照顾好自己，远离那些可能让你陷入麻烦的人和事儿。爱你们，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